挑战全随机上超营第50天。哎呀，又是土哥。现在对我来说，我三个忍者只要能拿掉他一个土哥，我就很开心。这是为什么呢？没有理由，完全没有理由，想不出来。笨蛋。呵呵，龙卷风摧毁停车场，继续走位。咋不过来呢？打得这么保守吗？往上走。来来来，不急不急不急，跟他平行走位，平行走位。嗯，急了，这通灵怎么教的？没关系没关系，他不敢靠近我们，我们是害怕的。走走走，不过话说回来，他害怕狼了。他过来，我们躲他远远的，惹不起咱躲得起吧？漂亮，他冲过来了。现在我们血量多，时间也快到了，往下躲得墙角，害怕。大哥，你还没碰到我呢。他，你这新人不至于信到这种程度吗？要抓一个手局，你放了两个通灵了，还没拿掉。没豆，一人没豆，全家挨揍。有水龙卷，青年水魔是我现在最讨厌的一个忍者，太难抓。哎，再来一道。哎，一下普攻，我没接上水龙卷，漂亮。时间过得真快，直接来到最后一场，先用分身压场。这两个人是老对手啊，看他一眼，踢啊。替身叫蜜卷，直接替身分身压场。嘿嘿嘿嘿嘿，我们两个都被互相的通灵枪指了。这个时候我们走，他怎么比我还反？找那么0.001秒，找我这一秒我就很惨了。分身来，没事，阿玛提拉斯。好了，接下来节奏是我们的了，普攻，走。哎，怎么样？有没有觉得老白有点长进呢？现在我这个走位偏替身，是不是比最开始的时候要稍微好那么一丢丢？要学会稍微的有那么一点点小字练。哎哎，他这个时间，他控时间差，安赖皮。这一招虽然我也经常用，漂亮，我认输，这一波我输的有点心服口服。好了，兄弟们，再见。